莉莉亚，谁的声音？我在做梦吗？你的确身在梦中，你之前的种种感受都是真实世界的历史在圣痕空间中的投影。啊，听不懂，看来我果然在做梦。那么换个简单的说法吧，莉莉亚，你被困在了梦里，想重获自由就必须找到脱离梦境的方式。你并非孤身一人，罗萨利亚与你的梦境正在逐渐融为一体，请你们尽快察觉到梦境的荒诞，然后从其中醒来吧。哦，头好晕，房间怎么在晃？不对，是我自己在晃。莉莉，糟了糟了，大事不妙！罗萨里亚，松手！再这样下去，我就要先不妙了。啊，莉莉，你总算醒了！听我说，遇到大麻烦了。我们被暗算了。暗算？等等，难道你是说崩？当然不是啦，区区崩坏兽，我们伏特加女孩才不会放在眼里。啊，可是崩坏兽难道不是？他们当然也不是电影里的怪物。莉莉啊，你才是那个连做梦和现实也分不清的笨蛋。哈哈，总算找到机会叫你笨蛋啦。等一下，这样的话岂不是连我自己也骂了？罗萨利亚，你到底在说什么？唉，看来莉莉亚还什么都没有发现，那就让你充满智慧的姐姐来解答吧。其实我们一直在做梦哦。我们被困在了梦里。没错，就是这样，而且这个梦还只会重复着同样的一天，也就是说，如果不是梦的话，我们捡的贝壳已经可以把盐湖基地的整个宿舍都装满了。莉莉亚，你不会还没有相信吧？你想想看，如果不是做梦，我们怎么可能忘记布罗尼亚和希尔，还有德丽莎、红头发和蓝头发的博士，好多好多人？还是说，莉莉亚觉得梦里更好？如果是这样的话，不行，就算是这样，我也一定要带你离开这里。虽然在梦里有吃不完的小蛋糕，还可以一直做游戏，可是梦都是假的吧？在梦里捡再多的贝壳，都不可能带到现实里面去，就算想让布罗尼亚他们看看也做不到。还有，罗萨利亚，你太吵了。我知道，可是我……总算喘过气来了。既然如此，就好好听我说话，笨蛋。我才不想留在梦里，但是总觉得很可疑。可疑？虽然这里的一切都怪怪的，不过最奇怪的是，罗萨利亚居然能做出这么合理的推断。当然了，我的头脑可是很好使的。好吧，其实是一个奇奇怪怪的绿绿的姐姐叫醒了我，告诉了我这些事。她还说，因为我们之间的梦境邪什么来着？总之，因为我们梦到了一样的事，只要我一直想着和你见面，就可以掉到你的梦里来，然后你强大又智慧的姐姐就来解救你了。怎么样，很感动吧，莉莉亚？居然和笨蛋罗萨利亚做了一样的梦，真是太愚蠢了。不过谁让我们是姐妹呢？莉莉亚，你在自言自语什么？我知道你一定是感动的语无伦次了。不过现在我们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让我们把这个梦打个稀巴烂，然后去找布罗尼亚他们吧。难道罗萨利亚已经知道要怎么离开这里了吗？当然啦，首先打我一下，越狠越好。这样。等等等。奇怪，怎么一点用处都没有？有用才怪吧，笨蛋。就这样，在那做梦的人的梦中，被梦见的人醒了。有限的梦，在无限的灵魂的汲取下，逐渐干涸，再无法滋养任何愿望。于是，做梦的人，迈过梦干瘪的躯壳，隐约感受到了宇宙的生息和形状。如果我的故事也能以此作为结局，那就再好不过了。想不到，反而是罗萨利亚先意识到了梦境的真相，大概是梦中的莉莉亚让她感觉到了反常吧。她真的是一个粗中有细的好姐姐呢。她是说，越是心思单纯的人，意志反而越不容易动摇。可惜，为了避免这段特殊的时空变得过于不可预测，我所能做的就到此为止了。剩下的部分，还要依靠你们自己努力。无论是突破梦境的束缚，亦或挣脱被框定的未来，请让我看到惊喜吧，历史与未来的撰写者们。而我，为了让那个美好的世界可以在未来顺利降临，我也得再努把力才行呢。可不要太贪睡哦。这次是哦，原来如此。真是一场杂乱的梦境啊。看得出来，他是个相当不幸的人。就这样打破了你的美好愿望，真抱歉。不过，不用担心，我能够看到你获得幸福的模样。虽然和梦境里全然不同，但是我想它比你现在所能幻想到的一切都更美好、坚实，请加油吧！祝你能挣脱梦境，抓住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无限的未来，无尽的可能，都因为这些矛盾的自我才具有了意义。
真是不可思议呀、将这样的生命锁在一成不变的梦里，真是太过分了。虽说圣痕计划本质上也在追求一种无限，但如果失去了这些拥有无限可能的独立个体，这个星球该会有多么寂寞呀。好了，时间紧迫，继续加油吧。啊，怎么回事？触发了圣痕空间的保护机制吗？不知道这会不会给他们带来影响？小心为上吧。前方高能，非战斗人员请迅速撤离。也遇到了阻碍，难道世界蛇发现了我对梦境世界的干涉？应该不会吧，在你次时间晶体里我没有预测到这样的未来。作为旁观者，这是我在最大程度上能为世界和他们做到的事了。去探查下一段梦境吧。原来由人类制造的特殊生命也会拥有梦境吗？不，比起狭义的做梦，这反而更像是一种意识的传播。告别童年，原来还有这样一重含义。看来因为圣痕计划在月球空间制造的障壁，我差点忽略了这一段故事，也差点忘记了人类的意志与选择有些时候就是这样可笑又可悲，但正因如此也才格外动人。既然这是你们的决议，那么我会帮助你，哪怕我所能做到的只是为这漫长而无限的过去与未来记下属于你们的这个瞬间而已。希望你们的努力可以像你们的创造者所希望的那样，为这个世界带来变化，当然是从好的方向。继续前进吧。等一下，这是即便是征服的律者也无法一劳永逸地摆脱圣痕计划对个体生命的桎梏吗？你应该知道，一个人做任何事情其实都会有相应的代价，亲爱的入侵者，或者说
外来者。初次见面，对吧，灰神？我们的确是初次见面，不过在此之前，我早已经久仰阁下大名了。在圣痕计划开启的当日，战舰修伯利安号离奇失踪，似乎躲进了某个无法侦测的起点。一夜之后，用于暂时关押绿者的世界炮残片受到了奇妙的激发，致使其与本征世界连通。几乎与此同时，天命和逆商分别监测到了裹挟在虚数入侵里的特殊信息，得以顺利维持他们的岛屿作战。除此之外，甚至还包括……好了，不用再讲下去了，你的调查还真是充分。怎么，平时很喜欢读侦探小说？只是一些维持秩序的本分罢了。不过有趣的是，即便我的调查已经细致到了如此程度，对于你的来历，我却仍然毫无头绪。这个嘛，我自己当然不会告诉你了。好吧，没关系，这只是我对于敌人礼貌性的好奇。即便没有来历，也不妨碍我把你当作外来的义务看待。这个说法虽然粗糙，却也八九不离十吧。除了来源不明的外来力量，我实在难以想象还有哪种无名小卒能给圣痕计划添上这么多的麻烦。唉，为什么越是特异的生命就越是无法理解尊主的苦心呢？无论是你这样令我头疼的存在，还是那些作为绿者和觉醒者的全新人类。刚才的那团梦境也是你？是啊，很遗憾，虽然他们是重建地球秩序不可或缺的齿轮，但为了不让他们在孵化期间犯下难以弥补的错误，我只好邀请其中的关键一员回到梦里稍作休憩了。何况从梦境的内容来看，这对于他而言可不是什么坏事。齿轮能够作为工具存在，难道不是一件十分幸福的事吗？毕竟那些连工具都无法胜任的人类都只能留在这里。这么看来，生而为人还是让自己有用一些比较好吧。毕竟现在的地球已经太狭窄了，没有给废弃物留下太多空间。好吧，对于自出生就背负了义务的你来说，也许真的很难摆脱基于价值和意义的思考。那么，作为与人类更为贴近的观察者，我就给你一点建议好了。人类从一开始就既没有价值，也没有意义。正是因为没有这些物化的概念，他们才具备了超越这一切的潜力。人文关怀吗？听起来，天命或逆商的伪善者，他们或许能和你有一些共同语言。毕竟为了维系族群的稳定，文明的确需要一些安慰药剂。但是现在，过往的族群已经不复存在。真遗憾，你在错误的时机，选择了错误的阵营。不过虽然毫无必要，但这并不妨碍世界蛇为他们送上一些人文关怀的礼物。你是指那些单日循环的全息电影？大灾前缘，万物滋始，乃统天。对于他们来说，那就是整个世界乃至宇宙。这里所有的素材都取自人类真实的记忆，如果没有外力介入，
那会是一个完全理想，不存在任何破绽的彼岸天堂。我记得有一位同僚，他总是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人类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那么比起眼看着自己的一切分崩离析，在无法逃避的死亡中陷入永久的寂灭，用理想而曼妙的方式迎来永恒，不更加符合所谓的人道主义吗？人类不会止步于此，我看到了那样的未来。哦，入侵者的特权。与其说特权，倒不如说是个人的一种信念吧。我只是想让你多了解一下人类，也多了解一下自己罢了。这样做不算过分吧。只是分享一颗朋友给的糖果而已，因为他们的梦境是虚数空间的造物，所以用这种形式我们也能感受到他们所接触的一切。怎么样，很甜吧？好吃，可是送给我糖果的朋友却说梦里的糖果没有味道，游戏也不好玩。这样说着，他就啪的一下掉落到另一个孩子的梦里去了。那大概是因为他所渴望的并不只是糖果本身，而包括得到糖果的瞬间，或是与人分享糖果的瞬间。所以不用担心，我真的没有对他们的梦境做什么，只是那些梦实在太脆弱，只是轻微的震荡都会让他们支离破碎。如果不是此刻的问题更为紧迫，我想如果给他们更多的时间，比如说10年、20年，大概所有人都能够意识到自己被困于梦中了。如果事情走到了那一步，这个所谓的天堂恐怕也就无可救药的会变成地狱吧。毕竟虽然全息游戏真的很好玩，可是如果被困在全息游戏的世界中，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了。可笑，圣痕即是人类思考与意志的结晶，在人类与梦境融为一体的瞬间，圣痕空间就已经拥有了人类的一切。你也不过是和这些可怜的未觉醒者一样，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答案罢了。可是人类并没有答案呢，或者应该说，其实大多数人也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因为迷茫所以追寻，因为追寻所以执迷，又以这必然痛苦的过程实现创举，制造奇迹，并最终破除那原本的迷思。所以在真实的世界中，他们所能创造的未来无法通过只会复现历史的梦境加以模拟。这样的渴求、贪婪，或者说不可预测，他们才是我喜欢人类的根本理由。人类之所以会在夜里做梦，正是为了告别昨天的自己，迎来崭新的明天。你的确能说会道，不过那又和圣痕计划有什么关系呢？我的职责并非了解人类，而是守护圣痕空间。圣痕计划绝不会失败，唯有这一点是我们誓死捍卫的真理。也就是说，无论是否从梦境中清醒，旧人类的明天都已经不复存在了。归根结底，为了结束这个文明的童年，我们需要他们让路。哎呀，既不讲道理也不讲人情的敌人可真是难缠。早知道会是这样，就应该把你让给真正的主人公去解决嘛。不过
为了让他们共同期待的未来以更完美的形式到来，还是由我限制一下你的行动吧，可不要小瞧入侵者哦。看来我似乎被预想外的干扰拖延了太多的时间，那么再会吧。很可惜，这件事的决定权在我手里。怎么会？我的意识在和圣恒空间融为一体。你的确相当了解人类，但是你似乎并不了解魔法。圣恒空间聚合了人类的一切意识与认知，这意味着任何存在，哪怕怪异如你，只要具备了近似人类的意识，就都会被圣恒计划捕获。所以这才是你和我争辩的真实目的，为了拖延捕获的时间。若非如此，我可没有兴趣和你谈论有关旧人类的话题。老实说，哪怕他们在我面前倒立走路，我也不会有任何惊讶的情绪。在你绞尽脑汁替人类发表演讲的时候，你的全部发言都成为了圣恒计划将你锁定为猎物的条件。外来的异物那又如何，在圣恒计划的作用下，所有的一切都无法超越尊主的意志。无论是你还是钟烟，甚至也包括尊主本人。所以你的意思是我也可以做梦吗？这样一来，我反而可以放心了。虽然在这里退场，多少有些不甘心，但是必须要做的事情，我的确已经完成了。所以，这对我来说，反倒是一种证明，证明我之前所做的一切，确实没有白费。哼，如人类一般，在自我感动吗？我想，如果你也用心感知过人类的梦境，就不会这样说了。怎么，要我给你一本心内科手术指南吗？这个笑话可不怎么好笑。我可以观测到这个世界最为可能的过去与未来。自诞生以来，我一直在向人类展示新的可能，试图将更好的未来带给他们。但我却并不确信，对于人类而言，更好的未来究竟意味着什么。我提供的帮助真的有意义吗？一切是否只是我的一厢情愿？但最终，圣恒计划捕获了我。虽说这本身阻止了我继续帮助他们，但这也意味着，人类的意志承认了我。我终于得以确认，自己不是一厢情愿。这难道不是一件让人备受鼓舞的事吗？作为有潜力随意跟随时空运转的异物，你的目光短浅令我惊讶。以正常人的时间观念来说，作为旁观者，我为这个世界所做的指引每小时都数以万计。但是比起这些多少有些机械的工作，我更希望能用心去支持他们。在你似时间晶体中，以人类的视角而言，我与他们相处的时间几乎是无穷无尽，我就像阅读了一个漫长而跌宕的故事，被故事中人的喜怒哀乐所牵动，因他们的喜悦而欢笑，因他们的悲伤而哭泣。而现在，当故事进行到高潮，比起将我所喜欢的未来直接抛给他们，我更希望能对他们说一句：辛苦了，我会一直与你们同在。
我想成为的就是这样一个角色呀。哼，这还真是一种凌驾于世界之上的发言，但是很遗憾，这个世界只需要一个调度者就足够了。虽说每一种存在方式都必然有其极限，但你应该认同，若想推陈出新，也只有依靠这种存在方式的本体在过去被忽视的潜力。只可惜，不，我想你们或许已经理解了，只是你自己还不知道而已。永别了，世界的入侵者，如果你没有被人类蒙蔽了双眼，原本我们可以有更多值得交流的话题。